我今天一早起床在渔人码头。什么？你早？我现在早起床在渔人码头。我的伪造版在旁边。现在我们两个就是同时开场。我今天穿的最新的世界喜欢日衣。你不穿勾居，你在那边穿世界喜欢日衣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不是啊，你不穿勾居，勾居都现在囤货。不是，没有囤货吧？听说卖超过一半了啦。好久、哦。等三天都等得不耐烦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开场完呢，就要各自去各自的频道了。好，我现在眼睛有点不知道看哪里，我就直接这样。不重要啊，不重要啊，那就分开喽。好，分开。OK， 现在村长在后面。今天来到渔人码头，我今天是第一次要跟村长一起去海钓。大家都知道野人七号部落在最近呢，村长爱上了钓鱼这个乐趣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央求他说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来钓鱼。加上我前一阵子是真的买了自己的钓竿，开始吸钓，所以今天呢是我人生第二次还第三次海钓。听说我们等一下出海去会是一个比较悠闲、比较 chill 的钓法，叫做一支竿。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，好像叫一支竿，它好像是一种钓法，海上的日式的。算了算了，等一下有一个达人会替我们解说。反正呢，今天就跟着村长来钓鱼，然后等一下还会跟海莉一起，期待今天会是一个完美的一天。出花出花。你好，你好。他也是钓手哦。真的、哦？他钓的鱼比锅布还大哦。真的？真的哦，钓手、哦。厉害！今天有女生钓手来到现场，非常期待，因为我也是女生，很难得在这种地方看到女孩子。哦，今天长得蛮漂亮的。OK。以前不是有一种一根很长的那种竹竿，很长嘛，然后很硬，绑一条线下去之后，绑一个那种类似珠珠还是钩子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个珠珠夹的，然后他们就是前面会洒水丢饵，那个钩子下去以后呢，就会有鱼上来了，这就俗称一只钓。但是有点跟没讲一样，他根本不会一只钓，因为昨天他还不会一只钓，他打电话给郭伯说，问你有那个一只钓，那是怎么绑啊？那是怎么弄啊？海莉，不乱讲哦。刚刚听完海莉讲解的一只钓以后，还是一知半解，到底什么是一只钓？反正等一下上船就知道喽。准备上船喽！今天我们坐的这个船是比较小的，这个飞狼家族小船，船头船尾有什么差？没有差哦。现在就要先卡位了。没有，就只有我们啊。好紧张哦！原来船头船尾还要先选择，有些还要抽签呢。真假的？对啊，有些在船边的时候就要先抽签，因为船尾比较好钓。没有，就是不同啦。海上传说吗？没有，可是我们喜欢，有时候我们就喜欢去船头，大家都喜欢船尾嘛，我们就喜欢船头，是因为我们刚好几个人就可以塞一个船头，然后就在那边聊天。我们有时候是在聊天，不在钓鱼。刚刚海莉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，她说：“嘉颖，今天主题是什么？今天主题就是你啊！”真的？对啊，啊不然呢？这么有荣幸吗？怎么会对自己没有自信呢？我很有自信啊，我是怕你的观众对我的自信。因为之前呢，跟海莉认识的时候，她就跟我说她非常喜欢钓鱼，就跟我那边瞎约，社交上的假约，然后一直没有真的约，是假人。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的还真的钓。真的爱钓鱼，所以是央求海莉带我出去钓鱼。今天也算是圆了我一个小小梦想，这梦想有点烂，就是和海莉钓鱼。太阳出来了，好漂亮哦！钓点喽！我要准备来装我的饵，然后要准备下竿，还什么都不会，刚刚只学会了一招，怎么把虾子勾到饵上。这边是一个规矩，听到那个船鸣喇叭声以后才可以开钓，这是一个海上小规矩。正式开钓！哇，水母，还是水母，这边虾怎么那么大？原来海莉。我真的不可以交代这种事呢，交代给江省这个不会钓鱼的，真的是不 OK。OK。我想说，有人帮我买虾子，买一个快跟我脸一样大的，而且你脸超大。
我们现在换了第二个钓点，喇叭声响起就可以下竿喽。鱼中鱼中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大只的，慢慢卷就好，不要紧张。中了中了中了！哎呦，好陡哦。对，点了。还有出现吗？等它没力。在凶哎，还在凶哎，尽量不要脱钩了哦。哦，不小哎、欸。哇！慢点慢点慢点！哇！大家子，好大哦！哎，是我钓到吧？他的吧？哇，好大哎、欸，很赞哎 ，Melody！ 屌哦屌哦！来了来了！有吗有吗？有有吗？有！哇，我们后面好会钓鱼啊、哦！慢慢来慢慢来慢慢，不要急不要急，来来来。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？有啦！哇，还大一点哦，还大了一点。水啊，鱼儿包，水啊，好厉害哦！我也钓到了，耶！海莉，大家都中鱼了，你呢？你好棒哦！你在这边看海景哦？对啊，我在一个人。情商吗？情商，就有人虾子买很大只，我不知道他在买什么。他买人吃的，他不是买鱼吃的，我有点难过。啊，就算了。你们继续欣赏风景。对。孤单的背影。我看到你钓到鱼，我很开心。好。可怜，可怜的海莉，一个人没有钓到鱼。上钓鱼喽！哇、欸，受不了哎、欸，超大的感觉，有对啦啊，有对，我觉得我们船尾的风水还不错，所以继续在这边努力。刚刚船长带我们来换了一个钓点，船长他们说下面有大石斑等待中。Johnson 中鱼，应该是小石斑，哎、欸、不小哎、欸，好大哦，石老啦，哇哇，石老，拿网子好了，拿网子。好紧张，大家都突然钓到鱼了，我要再来钓一波。感觉下面什么都有，对啊，充满期待。对，一直没钓到，决定来换一个小花蟹。这小花蟹我刚刚从海里面捞起来的，听说石斑很喜欢吃这个，所以我们来用它。它怎么勾？从屁股这边。OK， 勾住它，活跳跳，去吧。哎呀，哎，其实你现在很会钓鱼哎。来了，来了，来啦！海丽，我来了。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可爱的小凤梨，凤梨很漂亮哎，这是凤梨吗？对，耶，凤梨鱼，凤梨鱼，好像凤梨，可爱的。来喽来喽，不知道什么，应该没有很大，这不行，我想玩不行。哇，石斑，大石斑，蛮大的蛮大的石斑，石斑，你今天是大石斑。没有吃了，老婆有东西吃了，然后就开始有你要做那个心脑筋急，就你要凤梨来了来了，小鱼，凤梨好吃吗？小鱼，船长凤梨好吃吗？凤梨好吃吗？小小鱼他们也吃，哈、哦、有一只小石斑呢。可爱可爱，其实刚刚我一直在钓了八只鱼，现在手有点酸了，所以呢决定来吃个废物零食。来喽来喽，石斑，耶、yeah、OK， 我们准备要回程了，刚刚睡了一个午觉，钓鱼通常都是要很早起，所以约莫4点起床，我刚刚下午2点就不知躺在船长旁边睡着，哈哈。OK， 结束今天的钓鱼行程。OK， 结束今天的钓鱼行程。今天钓了大概7-8只鱼。我今天钓了大概有30-40只鱼。今天的渔获量算好吗？这样子还 OK？ 还好。还好，没有到很厉害。它好玩的之处就是在于它的鱼种的变化蛮多的、嗯，就是你会不知道你钓什么。比较有惊喜包的感觉，它就是会普遍就是偏小，就偶尔会有一个比较大，会有一种真的才是惊喜包的感觉。但我觉得那个蛮 chill 的，今天这个钓鱼行程。我、哦、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小卷跟白带比较 chill， 因为是晚上都不会晒到太阳。但我刚刚为什么 chill 到睡着？
就到大概2点直接睡吧，累到睡着。因为钓鱼都要很早起，今天4点起来，2点忍不住没电。OK， 下次继续海钓喽。你还会想要海钓吗？我会啊，因为我不会晕船。我跟你说，娄俊硕他来过一次之后，他就说他再也不要跟我出来。我好像可以，因为我刚刚完全没有。没有，我们要去的话是会比较远的。不一定会钓到鱼哦，有可能会一整天没有。那娄俊硕那天有钓到鱼吗？没有，难怪他不。但是我都有，因为我们钓的都是那种好吃的大鱼。好吃的大鱼，你就看到会吓到那种。我下次要去钓好吃大鱼。可以啊。好，那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